好，谢谢啊。那首先代表我们五十一总会小吴理事长啊，特别前来致意，那也真的是感谢我们赞美酒店有这样的一个盛举啊。哈，那当然幕后最大的功能就是我们黄执教、黄执行长啊，他也是我们第一总会的训委，也就是帮忙我们整个全运会，我们今年的全运会，那我们各单下的一个辅导，然后那真的是也感谢我们的执教啊，谢谢。那当然。赞美杯啊，我从去年来参与，那看到他到今年又成长茁壮，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是一举数得了哈，提升了我们赞美的一个企业形象。那当然，第二个对我们高尔夫球运动的一个推广也不遗余力。第三，又能够帮助我们的弱势团体。第四，又能够让我们的企业界来参与这样一个体育赛事。那刚才也跟我们易经的副总稍微聊了一下，其实很多的企业愿意来参与体育这个区块，可能这个的方式、方法、途径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开放。那体育总会愿意来做这样中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所有的赛事啊，所有的企业界如果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赛事，那我们体育总会愿意来大力的协助了哈。那当然再一次的感谢。那当然，今年全国运动会在10月21号到26号在我们台南市举行，这也是我们暌违26年再次的办理一个全国一个赛事了哈。那我们的开幕典礼、开闭幕都在我们的会展中心，也就是我们高铁的会展中心。那为期的这一个6天的一个赛事，也希望我们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观赏。属于全国性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赛事了哈，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谢谢。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公务的记者会哈。那么首先代表市长感谢我们郭董跟黄执行长。那么在这个公益上面，像那个在几个月是圣诞节，也会帮一些小朋友完成心愿。那么我们的。灾害收容，如果有灾害，灾害收容所也提供了20间的房间。那最近有一些火灾也帮忙到哈。那么也谢谢，刚才听说年底要办那个跨年烟火，哦，越办越大。那个代表市长感谢了哈。那么在这个也借这个机会哈，来讲一下哈，因为想认识大家，怎么说呢？也是公益啦，我来这边6年多，那么我在6年前到现在，对于这个公益的部分，尤其是落实的部分，也一直很积极。怎么说呢？我常跟同仁讲，工作不是每天打开门来等民众来申请。我在10几年当你干事的时候，也是有个女孩子跑进来是这样子。我说这是室内的，他妈抱着头像低头就跑过来，他说：“我今天要跟你申请那个急难救助，我觉得是很，那是讲说丢脸的哈。我想这是一个人性尊严的部分，所以往往我们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去想，人家可能真的是到了真的是不得已没有钱了，才会有请这么来协助。”有些部门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常跟同仁讲说，我们要主动积极去寻找出来。所以在6年前我来到彰化当区总的时候，我就跟同仁讲，你去调查区内身上没有轮椅、没有钱的，来跟我讲。那么我也去募了，那么也要求同仁每个礼拜要去访视，然后出来差不多7、8件。我一看那些，我就要去访视。那么我在这边讲，为什么想认识大家？如果大家有看到，大概十天前吧，中华智慧有报，本来这件事是低调，什么意思？因为我来这边的时候，我就针对公募，我们每年有50万5000块处理公募募集，就是结果完毕之后，正向募集很难看嘛哈。那么我就把它清掉，那清掉发现到说。那地势比较高，那曾经有个旅长，他说他阿公一直找不到，然后后来我说那除草还是找不到，就挖他，那宝贝溪，那加上88水灾，我们的旅长他说，我们地调工作曾经丢出很多骨头，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墓基清掉之后，出现两个空地，
那我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不然木头要挖看，要挖上两个墓地哈，两个空地要70万，在这上，那我预计可能会挖到10人了哈，几亩他稀缺，要挖多少人？220个。我来这边哈，已经处理了480个先人左右，那么所以说，除了活的人，还有先人，我都在处理。那么讲的故事是说，如果愿意哈，我现在这又挖又有一些新的空地，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跟我联络啊。哇，先人挖到来处理，那还是最后再次感谢到大家，感谢我们郭董啊、黄厅长，对这个基层，对这个社会帮助很大，谢谢。那祝你们那个生意哈兴隆。那最近11月份，刚才看11月3号是那个要比赛嘛哈。那么好像日本鹿岛现在阿久跟那个市长好像11月初也要来，哦，如果可以的话，我就邀他来打高尔夫。但是我给他手工现在球杆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准备吗？OK， 好，那这样我们试试看了哈。好，以上谢谢。是人的最棒的正向啊，可以带来循环的语言。我想我们郭董事长把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好。那么透过这样子的正面的循环，我们带来了有去年第一届、今年的第二届的赞美杯的公益赛，可以继续的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记者会。那现场的来宾啊，现场的这个长官，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好。好，我是高尔夫杂志的新任社长，我担任一年，我姓萧，叫萧时伟哈。那么因为呢，这个去年开始我们跟赞美这边有一些合作，特别是在高尔夫的这个区块里面，可以有很好的良性的这个循环。那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旅行社，所以呢也会积极的推广很多的球友来到我们赞美这个地方。旁边有执行长刚说的三个球场啊，加南宝还有那个新化三个球场嘛哈。那我想打高尔夫球的人都很乐观，然后需要健康，那我们可以呢透过很好的交流啊，祝这个什么身体可以越来的越棒，对不对？那我想郭董哈，这里有一个很棒的，我回馈到刚刚一个这个良性的循环，就是你捐多少，赞美就捐多少。那我们希望这个善款可以越捐越多，让各位的这个好意，让赞美郭董事长的好意可以获得更大的循环。那请各位的媒体朋友也大力的帮忙宣传一下，让我们这一场的赛事可以非常的成功。谢谢，谢谢。因为8月12号，就是黄执行长的一个简讯来告诉我说，希望邀请我们参加这一次的活动，然后给予赞助。其实我心里是很开心的，因为其实我自己接触高球其实才3年时间，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其实对于打高尔夫球的这些好朋友们，大家都觉得，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不是只是所谓的大家说打球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不是。我发觉到打球的很有爱心，超级有爱心的。那这次成为国际有机会在这里成为赞助企业之一。那其实我们公司在台湾，事实上是有8月7号刚刚启动落地来台湾而已，很短啊。但是我们在全球，我们是已经不到2年的公司，已经发挥75个国家的一个市场。那其实只是透过一个很简单的黑科技、开科技的一个仪器来帮助全世界的人找回自己健康跟美丽。那其实我要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公司在发展的这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公益，因为我们有一个 foundation 基金会 We Love We Care， 我们甚至于在7月份才刚帮助非洲的国家做了很多的一些的捐款。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很棒，透过赞美杯女性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也希望我们公司可以共襄盛举。然后当天我们好像给了很多的，对，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一份爱心。我也希望当天我们也能够就是我们捐多少，赞美捐多少，那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好吗？谢谢。好，谢谢。我是易进，请具副总经理柯志正。那今天很高兴
能够来这边为大家致辞哈。那意境寝具，我们的使命是用我们的寝具的产品跟服务哈，带给消费者健康生活跟舒适睡眠。好，那我觉得健康哈，运动这件事情很奇妙哈。我跟黄院长结缘，就是今年我们透过奇异公关行销公司哈，刚跟吴秘书长报告，我们正在转型成为一个运动企业，我们带领300多个同仁一起跑了10000公里啊，然后公司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活动，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所以今天呢可以也能够参加赞美杯好的公益高尔夫球赛，然后一起来做这个女性关怀哈，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好，那零捐多少，然后赞美就捐多少，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哈，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安定哈，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哈，所以我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参加，所以11月3号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高尔夫球赛，然后一起来做公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个本来我是打网球啊，就网球受伤啊。那我们打网球有很多精彩的事，但是稍微插一下，因为这些有关系。我们本来帮善化啊筹建一个4个扣斗的球场。结果已经3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落。那我也那时候受伤，受伤之后就跟 Jerry 打高尔夫球，结果发现越打越有这个兴味就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去想，能不能做更多的事？好，打球很快乐啊。然后我又看到了好多那个球友来我们站内，其实大家都很enjoy。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一些做公益的这个活动。那潘先生再插一下，我又最近才从那个波尔多跑马拉松回来，我参加一场很不一样的马拉松，那个是一个嘉年华式的马拉松。好，那我觉得我们的赞美公益赛其实也形成像这种氛围啊。好，比赛是其一，但是每一个来的都是充满了爱心，好，然后愿意帮助这个社会的，我觉得那氛围是很不一样的。那尤其去年，好，我们去年的那个颁奖晚会，那也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一个场面。好，那个有些企业家为了多赞助，所以就竞相的去把一个手表，第一名吴金龙的手表把它拉上去。好，我都感觉这是咱社会很精彩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赞美是很幸运，正好在好这个时点上面，可以结合大家。好，一起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那去年我们是就新的教育院，新的教育院是我们鼓励这些孩子们走出来，因为他们是有一些 handicap 的孩子们。那今年我就我们 Jerry 他们找了新时代社会关怀福利的福利机构，我觉得是很需要的，因为你可以感同身受到受家庭暴力的这些妇女或是男士，他其实不是只有这个肢体的受伤，他有心灵的受伤，他还有一些目睹这个暴力的孩子们，他也需要被修复。那新世代这个社会关怀机构，他们就真正用实际的行动去关怀这些，我们做不到，他们帮我们做。所以我们今年也要邀请大家踊跃的参加。好，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最近才开始就了解了，其实很多这种暴力都是在小时候原生家庭就影响到了。那怎么去让他去修复是大家要一起去努力的。好，那要做的努力就是赞美。好，我觉得赞美就是给人信心，给人力量，然后你自己给人家赞美，你自己会觉得需要更好。像昨天如果你看我们在 Google 上面，我们收到5折哈，我们客户的称赞都是5星的赞美，这些都不是我们安排的。好，我们总共有4000多个客人的留言，有80%以上都是5星，因为你还是遇到1星的了。你要多少的5星才能把它 cover 回来？那我看到的是很多客户赞美。那我们的员工，因为叫赞美酒店，因为红鹅乐，立马爱之火特，好，这个是我们自取的。
好，那我也看到了我们公司这几年我们赞美这几年的这个进步。好，在未来几年你们再来赞美，一定会有更大的不一样。好，在这边我还最后我还是要特别谢谢好我们这一些好朋友好还有我们那个新的朋友好大家好的来赞美。好，请讲非常的感谢。好，谢谢大家，谢谢非常。再是我们高雄杂志社长肖思伟肖社长，还有我们晨晖国际的总经理陈佩琪陈总经理，这个是我们意境喜剧科之正科副总。 OK， 好，那我们先请就位。来，那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把我们的那个神揭牌神先交给我们的揭牌贵宾。那我们的美女朋友也可以先在揭牌之前取一个漂亮美美的揭牌照片。我们请各位媒体好先抓好我们的角度。那最后呢，我会喊揭牌仪式正式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就可以贵宾可以把我们的绳索把它拉下来，让我们的牌揭牌的仪式正式完成。 OK， 2023赞美杯高球公益赛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对，谢谢。好，这个揭牌仪式呢，主要是要感谢我们今年所有的赞助厂商，好，赞助我们这次的赛事。有先请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先取我们的一个镜头。Yeah.